接下来能够好好的一起努力的善用我们的小队时间，讨论出你们到底要如何演，对不对？想出名就在这时候了 ，OK 吧？耶！好，哎，都知道题目了哈，非常好，谢谢啦。现在是执行时间，请所有人员起立。我是你们这三天的执行官，现在先来介绍哨音。三天之中，你们一定要用到，随时注意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不要质疑执行的专业，全体学
到处叫。一点一刻不要到处叫。活动期间不要忘记礼节。活动期间不要忘记礼节。尤其是执行。尤其是执行。要大声问好。要大声问好。用餐时。用餐时。钱的要先吃。时间的要先吃。好吃的给自己。好吃的给自己。难吃的给伙伴吃。难吃的。放一下，有大副带什么？会提到那个灯的那线，灯跟线哦，要小心哦。讲的我都没有听到人回应，有什么问题 ？OK 好，啊，尽量用最轻松的方式，就是只要不会妨碍，比如说玩游戏过程中传统的东西啊。对，这边这边。可以追吗？那个小队们，如果建议你们
先把水带在身上，因为玩过的可能会口渴喝水。对，水带在身上，水带在身上，水用手拿着。没有。第一小队的牌，水带身上。水带身上。来一个小队好了，先坐下让我看到。第一小队的水要带在身上。水要带在身上，第一小队的。好吗？好，回去排好。然后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好，然后排队。你的妆化的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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